每年的风水大会，我们都会增添一些新的单元。2017是个充满挑战的一年，我们应该如何面对，如何突围，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？了解八字，了解面相，风水布局，奇门抢运。时局不好的时候，有人亏钱，也有人赚大钱。重点是，那个掌握命运的人是不是你？光光，我们2017风水大会见。